觉得他像刘德华。他是乳蛇，非常的像。他认识了一个女孩。陷入热恋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女孩因为她的腿毛太多，所以女孩从此每年埋首于音乐创作跟成人电影的研究。今天我推荐她来这个舞台上面，她要唱出她这两年来的心声，希望在座的各位会喜欢这个声音，这个来自外星一种生物的奇怪唱腔。我们推荐刘宗伟带来的爱。